大宝贝们是不是想我了？我丢了好几天了，是不是？嗯。还没收到快递的宝宝啊，别着急，因为现在疫情期间快递都比较慢，别着急啊。有问题你找我。现在天冷，在路上肯定不会坏，那你别着急，我想要快的。就之前发出去的，一定要在家乖乖的等。你急我也没有用，因为快递现在全国快递都这样，就是时速比较慢。别着急，耐心等待。一旦出了什么问题，有我呢。你别着急，别担心啊，有我在。嗯，还没咽下去。